小太子，嗯，我们一起 PK 做手账吧。才子，接受挑战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运动小鱼儿。今天的手账视频非常的特殊，我今天呢不跟我爸 PK， 也不跟我妈 PK， 跟我们家的柴犬柴太子、柴胖胖 PK， 我就不信了，这次他能赢我。这是今天需要用的笔，还有尺子。打开手账百宝箱，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需要的东西。噔噔噔，这个肯定要，这个也要。嗯，这个我觉得我要，不知道小太子要不要得到。嗯，由于太子是第一次做手账，给他一个比较简单的吧。嗯嗯，那我就用这个了。今天肯定是我赢。你的。好啦，我们完成啦！大家看，这是我的冰激凌主题，大家都知道我最爱吃冰激凌。这个呢是柴太子做的旺旺旺主题，这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两个姐妹做的手账啦。大家觉得谁好看呢？大家觉得我做的好看扣一，觉得柴太子做的好看就扣二吧。